天呢，我做一个 demo，比如说我今天希望针对这边总共有五个栏位，那我希望怎么样？当我选的这其中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抓的是姓名的话，这个改变之后有没有？这个也会跟着，本来它是编号对，点下去呢，哎，你会发现它就变成它是姓名了。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是总销量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清单呢就会变总销量了。也就是说呢，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是联动的，那这个好像蛮多同学工作都会用到，比如说他可能会抓第一个、抓第二个、抓第三个，一层一层的。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网络上我发现也有人分享，不过我觉得他写了好多，看完之后还是不会做，因为都是文字叙述，而且一堆图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跟各位讲一下怎么做首先，第一个呢，因为我需要第一层，所以如果你将来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你可能要自己切清楚。那我的第一层项目部分呢，我是根据什么？根据上面的这一个，总共五个栏位。所以呢，我第一件事呢，我先把什么上面这五个栏位建了一个名称，名称叫什么？项目。所以我把项目 Enter 一下。这个时候的话，你在名称管理员里面就可以看到什么一个项目。里面总共会有五个资料五个证，反正就是五个资料。那这五个资料呢，我将来就在项目这一个地方利用什么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那一样把它改成清单，来源就是什么？来源就是这个项目，有没有？把这个项目里面的资料呢，帮我搬到哪里呢？搬到这边来，建一个清单。所以将来你下拉的时候，这个项目有没有就会自动跳出来了。OK，所以跳出来之后的话，第一个应该没问题啦，是下拉没有？所以你这个下拉之后就会有这五个项目。那当然以后如果你有很多项目，反正你就自己再加。第一个，那第二个步骤是，如果我选了其中一个，那我就把它底下的这些资料呢，放在第二个阶段的清单。所以呢，这字好像太大了，我把字稍微再缩小一点，这字再改小一点哈。OK 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改了编号，它这边要也跟着跳编号，可是问题要怎么做？其实比较难的应该是在第二阶段这个清单。那因为第二个阶段的清单的资料来源实际上是动态的，所以要怎么样在这边下条件才是关键。那其实关键点在这里，一样是这个清单要抓哪一个呢？根据前面所以呢，我的。这个地方的话，一样到什么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资料验证里面一样把这边改成清单，来源的话特别注意哦，关键就在这里了。来源，因为来源可能有很多的选项，可能是编号，可能是姓名，总销量，总有五个选择。那我基本上这个来源一定要跟着哪一个，跟前面这个洞。那前面如果它跳出来是编号的话，那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前面有定义名称嘛，编号、姓名这些都有定义名称，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提过呢，indirect 函数它也可以去抓一个范围，而且也可以去抓名称，所以你直接怎么样，在这边等于什么呢？不，这里可能要自己打那个 indirect 的公式因为这边它没有办法自动给你插入函数等于什么呢？indirect。OK，前刮弧，后刮弧，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把这个刮弧里面的中间要抓的名称给它，名称在哪里呢？基本上就指向项目这里，所以点它一下。OK，那意思就是说它会自动帮你去 indirect，自动去抓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比如说清单，它就会自动去这个编号啊，不，编号里面。把编号里面这个名称里面所有的清单，自动帮你带到这边来。OK，所以这边的话，关键在这里啦。实际上就是利用刚刚讲的这个 indirect 函数去抓编号，那编号自动去把名称带过来之后，塞到这个来源里面，动态就可以产生。所以会根据我们要的名啊，不过特别注意哦，你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名称一定要已经定义好名称如果你没有定义好名称，它会出现错误OK，好，按确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再点它一下，那如果我姓名，它就会
indirect 刮胡姓名，去姓名里面呢，帮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抓过来，塞到哪里呢？塞到清单里面。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试一下 ，OK， 姓名就出来了。哇，当然你如果动态变更编号，这个编号也会动态变更，哦，所以基本上都是跟着前面的啦。那关键其实实际上还是在哪里？还是在两个，一个是你的确认名称管理员里面有没有项目，有项目就出来。有没有这五个栏位的名称有没有在这里面？如果其中一个没有出现的话，你就会抓失败，哦，OK， 特别注意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这个地方，哦，来把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OK。